c'est là. Et voilà. Voilà. Là, tu dis bah non. Thank you.
作品者。对，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Ven. ¿Sí? 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有没有摸到问题？想到没有？来，没事。就是没有，就是抓。如果没摸到，对，没摸到是这个，对对。没摸到，你接到就犯规。对对对，接到犯规。但是已经留过来了。他脚要等到他最近止，就是谁拦到谁。没有，他如果接到就是这边，但是他没有接到，他也没破坏，因为他没有接，他脚就翘起来，但是他就自然的就这样，对啊，他就是说你脚翘起来了，是那个球一定要接到之后才能，还是因为我这边我静止的时候球跑到，对啊对啊，他就放弃，那放弃的同时然后球跑，他就我，那就他的，对啊，他就我，对啊，没有。你当时什么？禁止传球，就是禁止攻这样子，就踩一跳，然后跑到前排这边，前排没有，我本来要接，我想说他没摸到我，放弃接球，然后他确定没摸到，然后就留球，他确定没摸到，你们犯规，没犯，老实讲犯规也没产生，你只要你去争球，犯规产生挡下来是要拦，不是，他就是碰，那是要拦下，碰到球，至少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然就破坏掉。就至少要罚。你有接到球或者控制球，还算犯规啊？对啊，所以那个犯规都还没产生啊。你可以放弃。我们放弃的同时，球还在进行中。那个对方的后台有抓，他有说话，他有干扰这个球的进行。你看球还在动，球还在动，球还在往前。他说：“哎，球，哎，他就撞，有碰到脚。”没有，他是说没有，他是说没有发球在的禁区，所以对他的干扰，你觉得？来，应该看哪个先发生？因为他的干扰，所以你去争球，还是你本来就没去争球，然后他才讲才讲话，才讲话？应该是差不多同时。你一告其实，哇，这样讲了，裁判官这样判犯规。反正如果他讲完，你才不去争的，那真的可以回去重建。但是如果是。你不去争的，他后来讲说，哎、欸，这样，你知道那顺序吗？有摸到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反正没事、啊。
任。
接好球就 nice， 那就丢球。nice 的攻势，哎，最激动。Thank you.
啊，就是那个。Woo!
会。
麦香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差的